土耳其、埃及，这是哪里？5月5号到8号，世贸那个国际观光博览会。红海11日，哎，哇塞，11天呢。11天，我应该会很想回家吧。我去韩国生5天，就干嘛想要回来啊？每天都要赶行程，要走路。我们就算在台湾，也没有连续玩5天。这个鬼哭神嚎的声音，小朋友看到这种影片应该会害怕。这就是台北捷运新芦线捷运的声音。如果是板南线，就会有叽叽叽叽的声音。所以以后要再往前3个车厢。然后记得下车到的时候，下车的房子，它才会跳到的是前面车厢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，哎，还袂行，关闭了，哔哔哔哔哔！啊？我卡麻去。卡麻去。翘脚，我有左脚麻掉了。要等你了，在边仔徛者。卡麻是要安怎走？翘脚是不好的行为。不然你让女生这样看。